新人杨明对上 The Man。喂，喂，你刚睡醒哦？我刚找到胜利方程式，我就要胜利方程式了。你找到胜利方程式是不是？拼经济就对了，谁跟你打架？小朋友打架。哦，能没有胜利方程式哦 ？Kitty， 我们看一下是谁选哦。哎，这边是杨明，杨明选那个笑哥，你选。选角色哦。对。那我先选个海牙好了。好。哦。那那个人面可以选边，刚才是蓝，刚才是红方的塔爆喽。那我在哪？所以我是在下面，上面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。好，我下面。OK。两个面海洋的对决，忍者大战。哇！可是我今天还没有练习过。哇！马上先讲这个。哎呦，现在大家的套路都是先示弱是吧？我今天还没练习过，你怕也要打了快千场了吧？手下留情啊！男人 ，ED 跟你说别丢 HK 的脸呐、啊！哇，你的汉雅造型就先赢一半了！加油加油！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哎呦，那个笑哥占了一点小优势哦，辅助装买的比较快。哎呦，狂热直接点，笑哥狂热直接点，哇！笑哥超凶哎、欸，稳龙吗？还是去偷？去偷！哇，他没看到血量，所以不偷了，可惜。捡干嘛？哎呦，不给吃哎、欸啊，没吃掉，好亏，好亏。被发现。哇哇哇哇！你看笑哥，你看笑哥，笑哥发狂了。会赢，笑哥会赢。打不赢。完了完了，再被偷一只野怪了，非常的伤啊。吃得掉吗？吃掉了，吃掉了！哇，算得刚刚好。我靠，笑哥好强啊！再躲，再躲！拉出来，他知道笑哥有闻到，他闻到他在躲。姚明的现在状态非常超，随便被换就会死。你人在哪里？防小野啦，你小野已经没了。为什么都没听到阿亮的声音啊？我关麦啊！我看你们两个一直蹲来蹲去的。啊，失误了！哇，没给他冲动了。哇，人面刚那个转有点大意了。
谁爱我的谢谢。人们好像语言干扰术是不是？笑哥的意思非常好，他一直知道他在蹲他。人妹也很沉得住气耶，一直蹲，一直蹲，一直蹲耶，一直蹲，一直爽。绕上面，我靠，有水准！你干嘛啦？哦，哇，这个绕有水准。有没有看到职业选手的操作反应？他绕那个红区啊，他绕红区上去打他，太优秀了，太有水准了，直接逆转。现在优势完全在人面这边啊，大优势。细节满满的细节，哇！冷面这一波绕，太有水准了。我这边可以吗？有意识到，有意识到，完了，被点爆了。可以哦，欸，这边冷面是很大的优势哦，血量一样，他赢了一个那个，赢了一个狂热，经济只差了200而已。哇，蹲这个位置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先蹲的射一顿吗？哇，被看到了。可惜汉雅有那个被动，不然蹲得太好了。哇，直接开转！宇宙最凶欸，他直接转他。哇，能吃吗？能吃吗？哎呦，小哥有大，小哥有大！哇，转不到。笑哥迟疑了，你很坏哦！哇，很精彩，很精彩，很精彩！哎，我们不能回城哦。哇，我塔又掉了，要电了！4200，4200，差800，血量超差。怎么办？没血了。怎么办？我不要拼5000，出来打！出来打！完了，被射爆了！啊！嘲讽一波 HKA 回城。这波兵吃完就5000了哦，小心哦！真假的，这一波就是5000了，这么快？4800，4900，5000，结束了。哇！那我们恭喜冷面获胜。不行，我要靠操作。哎、欸，他没有5000哎，我有看到哎、欸。有啊，他5000啊，我这边是5.0K 呢。我这里显示他是4900多哎、欸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刷掉他的时候是4900多哎、欸，真的。啊，为什么我这边会显示是5K 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办？那就以我这边为准呐、啊，好不好，小哥？以我这边为准。OK OK， 因为我这边那个观众也看到，就是显示5.0K 了。